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62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款布鲁克所推出的变形金刚，它是一个授权的积木组合。那这里有一整套，我目前的话呢，开了手边的四款，那分别是这个普通版本的 Optimus Prime， 还有爵士这个 Jazz 以及蓝霹雳。那当然了，其中的话呢，它也是有狂派的成员的啊，这个。是Skywarp， 闹翻天。那我们手上呢还有其他几盒没有打开。那目前除了那四盒之外打开之外呢，我们就随便抽一盒起来给大家做一个及时的组装。因为呢，它虽然是有好多个人物，你看它光是9+1一个隐藏人物，但其他的身体结构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我如果组这个的话呢，各位应该就能够知道它组合的一个方法。那这里有提到说它是一个1:1比例的一个盒子的外观啊，看起来应该确实是。那我们就来拆这一盒，包装盒也是做的挺漂亮的啊。那我们就要把它给做一个打开吧啊，这里。那我实际上呢，这个拼凑积木还好说这个难度不是很高了啊，不然以我现在的这个老花眼的眼力来说啊。要我去拆这个东西确实是比较为难啊。它里头会有两个塑胶袋，那还会有一份的说明书。说明书的话呢，其实所有的角色都是共通的，因为它只有对几个特殊的地方呢做一个解说，但其实不会很难啊。看过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你应该就能够很轻易的把它组合起来了。那我会按照组合的一个小诀窍呢跟各位来说啊。这个一看就是这个 Thundercracker 啊，惊天雷啊，我又抽到了反派的啊，来，我们将它给打开。那我给各位讲一下，它这个组装的时候呢，哪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啊？应该先处理好的地方啊。首先的话，它有两组这个零件的这个板子，我建议吧，啊，初拿到的话就不要怀疑了，直接就把它给全部都扭断，这个稍微用点力就可以把它扭断。那至于这个水口需不需要清呢？我觉得不需要啊，因为呢，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变成这个身体内部的一个结构，所以不需要特别清水口。当然如果你本身比较吹毛求疵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两个地方啊，凸跟凹就把它做一个结合。那另外这个也是一样，凸凹直接做个结合啊，不要犹豫啊，我觉得这个就先把它给拼起来，那就会形成这三个零件。那另外一个板子的话呢啊，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一样把它给全部拆开来。啊，那我还是说了啊，这个是比较粗暴的一个组合方法。那这个博派的这个 mark 的话呢，我是故意先放着，不用处理它，留着就行了。来，我们这个把它组合好，这个都先把它组合完成。当然有时候啊，水口如果太厉害太严重，像这个已经太严重了，我们再把它处理掉。好，然后呢这个部分处理完成了啊，我们来进行，哎，不对，我好像哪里组错啊？这个组反了，哎，睁眼说瞎话，你看啊，我组起来之后发现怪怪的啊。好，那组合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几个零件。首先你找到一个像是脚的这个部分，那它还有一个像是筋骨一样，前后你看这个形状是有密合的 match 起来。再来的话呢，我们把刚组合起来的东西呢放到这里卡下去，卡下去之后呢，我建议各位做一件事情，你弄这个样子，用力压下去。哦，你会听到咔的一声啊，这个咔的一声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很密合的，没有咔的那一声压下去的话呢，在把握的过程呢，它是很容易掉出来的啊。OK， 这个声音就响亮了，这个一定要记得。然后呢，它还会有一块透明的这个啊，透明的这个凸一样放到这里，然后呢，一样用力。哦，一定要听到咔的这一声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零件才不容易掉下来啊！这是我组合了啊这几款之后的一个心得哈，这样一定要卡下去。接下来你就可以找它的什么？找它的脚掌嘛，这脚掌造型就很容易找了啊。从这个地方啊，一样一定要听到咔的一声，咔的这一声真的很重要啊。这个我们把它给好卡下去了啊，卡哎，这个错边了啊。好，这样子 ，OK。这个 Thundercracker 的左脚右脚哪一个是左哪一个是右啊，这个好像差不多。再来的话我们进行它的一个这个它的这个在这里这个
这个球冠到时候要跟髋部组合的，然后这里膝盖一样，你听到咔的一声，一定要听到咔的一声啊。好，这样才是有扣进去。再来我们进下的一个裤裆的部分，裤裆的部分呢，你要找到这一块部件，找到这个，然后它有两片前后的裤裆啊，这个造型这个结构呢，可以说是这个积木组里头全部都是通用的。好，然后怎么样呢，就是把它给扣上去啊，一定要听到咔的一声啊。那我们还是提一下，刚刚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没有听到咔的一声呢，在有时候把玩转动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就掉下来了，下半身 OK 了。身体的话呢，先把这块部件找出来啊，这个里头。那回到我们刚最开始拆下来的那几个零件里头，有一个这个东西，把它给扣上去。记得这个在朝上。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好，再来呢，我们找他人物的背后，他人物的背是这个啊。然后呢，你看到这里，啊，他这个凸，这里有个凸。啊，这个凸是要扣进这里面，不是扣，就是放在那个空间里头，这样。好，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前胸，一样的，把它给扣上去。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进行它的手臂了啊。手臂的话呢，原本应该是先扣这个，但是呢，我们可以先怎么样呢？我们一样的，刚刚这个。组合起来的这个膝关节跟肘关节一样，要推到底，让它咔的一声，然后呢，它的另外一侧扣到这里，啊，请记得一定要听到咔的一声才是 OK 的。好，那么这里它会有一个肩膀的造型，蓝色的这个部分，你看到里头有滑槽，滑槽就叫卡这个凸，这样子，一定，各位刚刚有听到咔的一声，对不对？这个咔的一声是很重要的啊，请记得。这个如果没有那一声的话呢，就是没有到位的意思。然后最后它还有一个旁边有一个球冠，这个球冠就是要放它的奶射线。好，最后的话拳头就看啊，比方说我们这个用手掌吧啊，用手掌。好，卡进去了啊，就这样，如此这般。那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哎，这样咔，很清脆一声，对不对？然后呢，蓝色的这个肩甲的部分，由上往下，啊，一定要听到清脆的那一声。好，有，对不对？然后手肘关节，哎，一样都有那个声音。那最后有一根手，哎，装反了，呵呵，这样，好，有了，咔。啊，这记得，哎，没有，哎，有了啊，这个声音出来，对不对？你看有没有那个声音，就真的差很多。我们一直在说有没有那个声音差很多，对不对？然后最后这个头啊，这里一样是一个透明，这个凸卡进去之后呢，这个我一样建议。啊，有，你看这样子，真的这个尽量让这个声音出来，然后这个头，认真来说，它这个头这样看有点恐怖，对不对？有点像是这个 Biohazard 那个 Thailand T 病毒的感觉，对吧？然后这个头盔由上往下，你看它这个侧边也有这个滑槽，然后它这个耳朵旁边有这个，它这个也是有一个形状的，我们尽量的去把它给卡进去。我总觉得好像帽子没戴好，对吧？那它的这个人物的话呢，它的背后啊，它跟其他人物不太一样，它多了这个翅膀。那我们翅膀的话，等于是它的背部要多这个小小的组合的一个过程。最后就是把它给扣到人物的背上。那 ending 就是把它给组合回去。那么这一款这个 Thunder Cracker 的一个组装呢，就算是 OK。然后啊，对，还有一个奶射线，还有一边。它组合这个看到吗？就是真的不是很难，而且它所有的。每一个的结构呢，都几乎是一样，只有极少数的一个部分会有一点点不同啊。那我们这个积木的话呢，就给它站到这个上面，我们这款 Thunder Cracker 呢就完成了。全部九款把它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分出来，它其实你这三个家伙呢，差不多是同一个模具。
然后铁皮，还有救护车，然后 Thundercracker， 还有 Skywarp。那 Megatron 跟 Optimus Prime 的话呢，比较算是单独的一个模具。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些细节哈，我们先看一下 OP。OP 的配件量呢也是里头最多的啊，它废胎了一把大枪，那它是唯一有一个单独一根手指的一个替换件啊，那其他的话还有一个手掌张开的替换件。那摆换的方式也是很简单啊，就稍微扭一下啊，就可以把这个武器啊手啊给做一个替换啊，我们可以让它做出单啊手托枪这个动作完全是可以做出来的。面雕做的还算可以，有口罩的话呢没有那么像人脸，可能是它最大的优势哦。其他几款露人脸的，我觉得长得好像有点凶狠啊。然后它的一个地台，这地台彼此之间的话呢，是可以做一个组合的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给扣上去，由上下稍微咬合把它给扣上去。那扣上去之后的话呢，如果你情况好的话，你一排拿起来就可以一次拿一整排的变形金刚，那也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那其实的话呢，透过电影的上映啊。然后呢重新来把这个 IP 的东西呢再做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趣啊。虽然说电影还是我自己是给予比较高的评价，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呢对电影的负评比较我觉得怨恨好像是重了一点啊。当然我觉得吧，如果说我们都是花钱进去看的话呢，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评论它是好还是不好。那既然我能说它好呢那我们也能够接受说你讲它不好看嘛。但它确实是一部看起来挺舒服的电影。那它的这个胸口的话呢，这个地方这个细节我觉得做的还是挺漂亮的，以配色来说也是很舒服。那么呢其他的几个人我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一款是 Jess 的话呢，相较于其他人物它的肩膀是多了轮子，然后它的一个背后的小翅膀这里可以动。爵士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但是这个警车我就觉得可以讲一下，因为它身上的警徽啊涂装啊我觉得是最丰富的。这一款看上去的质感我自己是最喜欢的了啊，就看上去的话呢很丰富的各个细节。那原本的轮胎它则变成了两个肩炮，不过这个脸我觉得稍微好像是不是老气了一点啊，可能稍微做的有点胖。那这一款那我也不知道它是蓝霹雳还是银霹雳，我感觉就比较没有特色啊，颜色也比较灰一点点啊，个人的话呢就不会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家伙。那铁皮还行 ，OK， 给各位看一下。那救护车，我觉得它的胸口的这个啊心电图，这样扣上去啊，重新把它扣上。这个心电图我觉得有一点意思啊，然后配色也比较舒服。它这个白的话已经有一点点米白，应该不太会黄化吧，我估计吧啊。那手是红色啊，看上去很显眼。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Megatron。它这个面雕是里头我觉得做的最特别的吧啊，跟其他的几款面雕可以说有比较大的不同。然后它的手炮啊多了一个手炮，然后替换的手掌还有拳头，背后的话呢多了一个这个枪的枪管在后面。然后 Thundercracker 还有这个Skywarp 还有这个 Thundercracker 两个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模具啊。那整体来说的话呢，组合非常的简单，质感也不赖，而且大小尺寸呢我觉得是蛮适合做一个把玩的这是官方的一个，居然是跟官方的这个指挥Commander 现在叫做核心级别几乎是一样的一个尺寸大小啊。关节的紧实度也是挺好的，基本上是不会松动啊，把玩起来的手感很舒服。那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警车啊，实在是太华丽了对了，我们顺便再多提一下，刚刚差点忘了 OP 啊，它的话呢还有多一个替换的一个斧头啊，这个是也是不愧是这个博派的领袖啊，它的配件就是比别人要更加的多一点点。那就祝各位的话呢都能够抽到这个博派的这个领袖了啊。那么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这一套布鲁克所推出的有孩之宝正版授权的变形金刚群星版全体初级的积木组。整体来说呢，以它的价格定价人民币39块钱吧，如果你要跟现在的这些扭蛋去相比的话，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佛系大小啊可动度啊还有组合的难度都是非常非常高性价比的，这一点倒是让我很意外。
那整体来说的话呢，还是比较推荐。那如果各位行有余力的话呢，啊，把这一套以 G1 造型作为主打的变形金刚商品摆在桌上的话呢，它真的是一套非常漂亮的风景啊。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